Hi, my name is Kai Wan。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档的需求，像是有影片转影片、影片转音档，或者是音档转音档。Hi, my name is Kai Wan。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档的需求，像是影片转影片啊，或是影片转音档，就会变成有点像 podcast 这样子，那或者是音档转音档。Hi, my name is Kai Wan。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档的需求，像是你有影片需要转影片的档案格式，像是 AVI 啊，转其他的档案格式。Hi, my name is Kai Wan。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档的需求，像是影片转影片，像是有一些像是 AVI 啊，或者是一些网络的格式，你需要转换成一个比较好处理的。讲太多嘞。Hi, my name is Kai Wan。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档的需求，像是影片转影片、影片转音档，就会变成有点像 podcast，就是把影片去掉这样子，或者是音档转音档的这种需求。那今天有一个软体公司，Hipple，Jesus，它是转